第四题，在磁铁四周形成的磁场中，在何处会使铁粉分布较密集？我们知道，所谓的铁粉分布较密集，就表示那里的磁力比较强。而我们也晓得，我们的磁铁在磁极处的磁力会比较强，而这个磁极呢，包括了 N 极跟 S 极，所以不是只有 N 极，也不是只有 S 极，所以 A 跟 B 都是错的，而应该是靠在磁极的地方，而中间的中性区是磁力最弱，没有磁力的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在何处会使铁粉的分布较密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靠近磁铁两极处。